系应该系十点钟啊，今朝吓就由嗰、那个致富开去海怡半岛嘅，嗰架系啦，城巴嚟嘅，嗯，95C 我都好似写咗噶啦，已经95C 系啦，嗰海怡半岛第一个站咯，啲人就落咗车，跟住佢去海怡半岛第二嗰个站咧都冇。翻到门咯，好啦，冇咩人搭到，有个女人企咗落嚟，佢嗌个司机，个司机都听唔到，咁佢又扶实咁就算。